好，一些党政的消息要带你来关心。首先来掌握的是，针对台北市长到底连胜文有没有意来参选呢？尽管宣称农历年后才会正式确定动向，但是国民党台北市长热门人选连胜文最近是鸭子划水，寻求各界的支持。据了解呢，党内的各天王现在也在私下串联支持了。上个星期在一场参会当中，包括了副总统吴敦义、立法院长王金平，甚至外传是马总统属意投入台北市长选情的人选高铁公司董事长欧进德都到场致意，好像一场天王的挺联大会。而这一次连胜文也稍稍露口风了。其实最近呢，连胜文私下跑团的行程不断，他在活动的时候就特别脱口而出表示，他希望将来有机会帮更多人来服务，让更多人得到更好照顾，这是我的心愿。这一个里头所透露的信息，外界解读应该是参选有谱了。而今天最新出刊的时报